主料：猪前加肉200克，土豆一个，辅料：葱姜、大料一个，黄酒、老抽、盐、糖一小勺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锅烧热到了油，放入切好的肉块，小火慢慢煸炒，炒至肥肉出油，放入大料、葱姜，炒出香味，倒入黄油、生抽、老抽、糖，炒至肉上色，入味，放入切好的土豆，继续翻炒均匀，加入盐、水，盖锅盖煮至土豆熟烂，最后大火收至装盘。烹饪技巧：煸炒肉块时一定要热锅凉油放入，一小火炒，炒到肉块微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